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非常开心啊，非常开心，跟大家在一起非常开心。希望大家好好努力，好好学佛，好好修心啊！谢谢大家来看我啊！台长一年到这里来一次，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啊！像这个莲花一样，每天心中要开放，明白吗？本性要善良，做人要诚实。记住了，我们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每一个孩子都要有善良的心。记住了，你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，一份修心啊，一份成果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。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有佛性，又有菩萨的慈悲心，啊，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。相信啊，这几天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。今天很多菩萨都来了，啊，我已经请菩萨给你们加持了。今天的那个曼陀罗花都撒了2次以上，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加持，好吧？希望你们好好努力，好好学佛修心啊！人生不容易啊，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，好好的努力，一定要真修实修，因为菩萨他全看得见，你们求什么啊？跟菩萨讲，菩萨全看得见，而且你们用心求和嘴巴里讲和脑子里没想。啊，一个行为，一个动作，跪在那里，完全都不一样的。所以用心求的人，心佛合一，一定会有求必应的。啊，再一次啊，感谢啊新西兰的啊佛友们给我们安排了这个法会，也感谢我们的法师们护持，也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啊佛友们、朋友们和我们新西兰的啊台长的老朋友们，感谢你们。希望你们好好学佛，好好修心。希望你们精进努力，希望你们有求必应。希望我们这一世修成，能够大家能够踏上我们拜佛能够回天之路。谢谢大家。最后啊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念大悲咒。马上新年要到了。啊，2019年要结束了，时间过得这么快，大家知道现在啊，什么事情越来越快了，报应也快，好的坏的报应都很快。所以你如果做好事情，拼命的做善事，你的报应很快的，就会越来越顺利。所以希望大家众善奉行，啊，也是同时祝福大家啊，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学佛精进。谢谢大家。